我现在在马赛。超美的，可是又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。我觉得我这次来南法，很多城市都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。早安，各位！今天我们在昨天我们入住了尼斯，今天的话我们到了摩纳哥。然后我刚刚真是开手排车开到崩溃，因为这里的车道真的超难、超难、超难开的。你只要错过一个弯道，就是再绕一大圈，就是跟开 F1 赛车是一样的，而且不能回转。所以我真的刚真的是开到一个崩溃耶。如果你自认为你技术好，你真的可以来摩纳哥开手排车，非常推荐大家。如果你技术好的话，如果你技术不好的话，还是搭火车从尼斯来，然后买 one day pass， 就是搭巴士在整个城市悠游就好，因为它没有很大。无时无刻都在自拍的人，自拍二号，自拍三号。回到巴黎了，是的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后面是凯旋门。接下来这几天就是在巴黎市区买一买、逛一逛、打个卡。喜欢巴黎的人就接着看下去吧。